骑士吗？你好，好，终于见到你了。我是诺埃尔，西风骑士团的女仆。啊，为了能早点配上这身甲胄，是的，向安博学习。啊，我还向火花骑士请教过。其实，但总是担心会不会偶尔在蒙德的大街上。今天骑士团的清理告一段，如果不会麻烦到你的话。这就是前辈你的建议吗？但是现在作为女仆的我能做到的都是一些小事。西风骑士团是蒙德最坚实的壁垒，要守护众人的话只做小事是不够的，所以我才一直想要成为真正的西风骑士，拥有帮助更多人的力量。啊，连荣誉骑士也是吗？我还以为荣誉骑士平时面对的都是风魔龙这样的强敌。嗯，确实是这样。啊，这么说起来，平时在蒙德城里看见荣誉骑士也总是一副匆匆忙忙的样子，原来都是在帮大家的忙吗？啊，好的，那就先回蒙德城正式开始今日的修行。前辈，你看待问题的角度真的很值得我学习。就像你说的一样，从今往后，我要把所有帮助他人的小事都当成对自己的修行。这样想的话，感觉比平时更有斗志了。哇，好耀眼！感觉诺埃尔整个人都散发起了快点给我委托的光芒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是谁的声音？我这就来。诺埃尔小姐，她跑得好快，我们也快点跟上去吧。不要着急，来，试着先深吸一口气。总算是得救了。我是诺埃尔，请放心，先生。已经没事了，现在开始我会护卫您的周全。对了，请问您是哪里人？我们好像没有在蒙德城里见过。谢谢，我确实不是蒙德人，我是旅居各地的商人，名叫阿洛瓦。这次来蒙德是想进一批名酒拉去璃月，没想到半路遇上了凶猛的魔物，可凶猛了，站起来有两个我那么高。我被吓得不轻，一路逃到这里，实在是跑不动了。还好遇到了你和这位女仆小姐。阿鲁瓦先生，没关系，这里离蒙德城已经不远了。虽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女仆，但护送客人到蒙德这点小事还是做得到的。护送我到蒙德？太好了，我们这就出发。还请稍等，既然是往来各地的商人，您的行李和货物在哪里呢？请放心，不管有多少都可以交给我来搬运。行李货物这对了对了，我刚才不是遇上魔物了吗？就是那时候给丢路上了。不必了吧，那些魔物可凶猛了，有三个我这么高呢。不必担心，前辈是我们蒙德城的荣誉骑士，有他出手的话，无论是怎样的魔物都不在话下。荣誉骑士？你是西风骑士团的人？这我也有点记不清了，反正就一直闷头跑着，大概就在前面的路口附近吧。等一下。哎呀啊！我突然感觉胸口好痛，没准是刚刚跑岔气了。哎，胸口痛吗？我会扶着您，请您靠着我的手臂，缓缓的，请您尽可能保持放松的状态。前辈，不好意思，我得暂时留在这里看护客人，魔物就交给你了，请务必小心。
会跟上的。奇怪，好像没有什么大型魔物的痕迹啊。出现了！结果只是几只普通的史莱姆嘛，路上没看到什么货物呀，也许是找错地方了，先回诺埃尔那边看看吧。这么快就回来了吗？不愧是前辈。啊，这一路上有看到阿洛瓦先生的行李吗？还真有魔物啊。我不都说了吗，很危险的。那你没有哪里受伤吧？这我是说他跳起来有三个，不，两个我那么高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就算是史莱姆我也打不过嘛。这可怎么办呢？看来这趟我是和蒙德无缘了。真是抱歉，西风骑士团。啊，不行不行，去西风骑士团怎么行？这也太麻烦各位骑士了。不会的，照顾好往来蒙德的客人是西风骑士团的职责所在，作为女仆我也要做好接待客人的工作。还是说你有什么不太方便去骑士团的原因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啊，怎么了吗？其实我刚才也注意到了，不过既然还没有证据就不能草率地怀疑别人。既然这位先生在蒙德城的门口寻求帮助，他就是蒙德的客人，那么我就要好好做好职责范围内的事。谢谢你的理解。你们这是在商量什么？现在到底怎么说？抱歉让你久等了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这就出发去蒙德城吧。哦，后面这位又是？我叫阿洛瓦。啊，蒙德欢迎你，烦请说明你。原来如此，与蒙德经常来往。我这不是头一回来吗？那麻烦你。什么？还有行李？实在抱歉，请问能不能先让他？根据骑士团指，但是骑士团指导手册，这种情况骑士团指导手册里好像没说怎么处理。诺艾尔愿意担保的话，我也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而已，可靠什么的还称不上，但我会努力的。那么这位先生在蒙德期间就拜阿洛瓦先生，既然是来敬酒的商人，想必对酒有着上佳的品味吧。您是否有意向去我们这儿的招牌酒馆天使的馈赠小憩一会儿呢？好一个天使的馈赠啊。不，进货。久等了，这是以蒲公英。您一路旅途劳顿，因此我嘱咐。安神，这酒是原来如此啊。先不谈这个了。原来先生您还饿着肚子。这是我的失职，如果早知道这一点的话，在遇见您的时候就应该分您一点松饼。好，我们这真是热情啊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用一道菜说了，绕路去买点酒应该不会被发现的。摘新芽的美景可是很出名的。比起酿造工艺，说不定菜谱会好弄。不需要我帮忙吗？是。这家店的烤肉而甜甜花酿，但如果两道我会建议搭，如果您没有意见，这请您放心享用。这顿饭原来如此啊。荣光之风怎么样？作为最后一站，可算是到。等等，什么纪念？
不识数。来，诺艾尔，谢谢你，先生。慢着。西风骑士团女仆诺艾尔，你不是女仆吗？怎么又……所以，这份礼物也是普通的旅游纪念品吗？虽然准备匆忙，只能做到这种程度，但还是希望能为您的蒙德之旅留下一段愉快的回忆。我实在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？我既没有货物，也没有证件，看着就不像好人。就算没有证据，直接把我交给骑士团，让他们去查不就好了？却还是费心费力，给我准备了这些东西。你就不担心，魔物也好，货物也好，全都是在撒谎吗？怎么会呢？我只是做了骑士团女仆应该做的事而已。骑士团指导手册第二条，不得在交流中展现怀疑和敌意，即使对方看起来真的很可疑。您是远来蒙德的客人，是我跟蒙德城应该欢迎的对象，哪怕只有一点点可能性，您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遭遇了魔物袭击，丢失了货物证件，这不正是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吗？如果在这种时候我却因为一点没有证据的疑心就怠慢了客人，这可不是一名骑士团女仆该有的举止啊。是吗？谢谢，我是时候离开蒙德城了。哎，这么匆忙吗？我们都还没能找回您的失物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想起那些失物都落在哪儿了。我把它们落在了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，下一次我一定会好好带上他们，然后作为一名值得女仆小姐这样招待的客人再回到蒙德。虽然还是不太能听懂您在说什么，但如果能够找回失物的话，一定是一件好事。真是一段短暂的旅途，但多谢有女仆小姐的照顾，让我收获了很多。再见了，蒙德。再见了，女仆小姐。啊，好的，再见，蒙德城和我，西风骑士团女仆诺埃尔，随时恭候您的到来。